情况，就是你要形容一下。我是人山人海。真的，因为今天很多人都是在等着潘玮柏来到我们的现场，他现在人呢已经坐在我们流动的直播室里了。老师傅好。老师傅你好。舒服的有两个地方，一个就是表演舞台，
不会请你跟你分享一下这两个地方，舞台跟嘉禾，它的对你来讲，它的相同之处在哪？Thank you.
不要的，不要的，你拍他的头。
OK 吗？我们连线，我跟现场的这个网络连线。OK， 你们有什么问题要跟问答给传承的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来，有难得这个机会哦。好，OK， 先想一下，我们一点点时间了哈。OK， 好。你们买了他的演唱会的门票没有？买了哈，买了多少钱的？最贵的吗？最贵的。最贵的。好。第一天到我讲话吗？看到了，还有看到。可是我们跟现在跟 IT 的这些朋友。我们是用那个 DC 的，我有。好 ，OK。还有什么？啊？还有多个？都关掉了。哎呦，好，这要重拍啊。OK， 好，谁给钱啊？没有了，开玩笑。还有什么地方跟我们做我们的广告？哎，现场有没有朋友是没有这个？有问题是什么？我们多久没有看到潘美辰了？多久没有看到潘美辰了？很久了，对。
比较主念内心，内心比较会去
喜欢，我不知道不会外向去爱一个人，因为我觉得外向爱一个人，他可能那种心态太过。我觉得爱一个人要放在心里面，就好像说喜欢一个人就要一直放在内心，他是一个真心的。那如果说你们要看到我的外表很开心很好，那个是一种很刻意去讨好人家，我不喜欢这种。所以我觉得你看你如果用心的脸我们就用心用心来交流，那我觉得今天你就在这里开心，我今天就会安排时间给你加快哦。顺便掌声欢迎。我们的生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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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今天下午到两点到三点之间，下午还有包括我高级专业的国家统一的象征，不过实际行政权还是归于首相。